程向检方详述县府人员向厂商索贿收贿细节，更意外爆出2012年县府向厂商索贿之后呢，转手给南投县马吴竞选总部的案外案。换句话说呢，再由这个李朝华去李朝鲜电影捐给马吴竞选总部，以供竞选之用。里头提到是说50万，可星期三呢，在我们节目当中，林永宏说保守估计200万。可是为什么这个牵涉到这如果是有这笔钱就是赃款哦？为什么马吴竞选总部、国民党啦、总统府啦，通通没有任何的回应？这11月7号哦，那如果牵涉到马英九总统吴敦义的话，就得检察总长跟这个保安部长曾永福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可是你的新闻稿告诉我们说，12月19号新闻稿说，保安部长对李朝鲜涉嫌案件事前并不知悉，就说在11月20号他去巡视南投地检署，事前并不知悉，有没有说谎的嫌疑？然后呢，检察总长，这是黄世明，第一句也讲了，黄检察总长哈，11月29号才接获南投地检署侦办县长李朝鲜涉及贪渎案件。那实际这个是怎样啊？我看这事情，我觉得其实非常清楚了，就是说前言不对后语嘛，在这个说明的过程当中，包括曾永夫或者是这个黄世明闪躲吧，要不然就是改口嘛，要不然就是有所隐瞒，选择性的我只讲一部分，然后另外一部分我就选择不要讲出来嘛。那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选择只讲一半？为什么要隐瞒或者是改口？本来路过后来便不是路过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可能有鬼啊。那到底有什么鬼？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想象的空间。那我要讲就是说，这个案子11月20号是曾永福去吧，然后这个黄世明呢一直待到30号吧。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在这个时间点上，因为污点证人也在这时候爆出来啊，然后这个茶叶罐也是这个时候找到的啊，然后到最后这个羁押起来也是这个时间点。这么重要的关键点，有两个最重要的这个高层同时在这个地方待过，其中一个还待了3天。27号他说他接获通报，他从28号待到30号。你不知道有瓜田李下这句成语吗？碰不来，以29号在中午坐高铁啊，留到30号，所以29号去，然后30号才离开。我要讲的是说，这个案子的关键点也不过前后10天嘛。这10天这两个人都在，你不觉得很奇怪？有哪一个案子，哪一个案子是关键10天，然后会有两个大头同时在这个地方？不管是路过也好，不管是吃日本料理也好，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例子？两个老板是谁？我说曾永福跟这个黄世明两个人同时在这边。那为什么这两个人在这边？我们跑新闻都知道啦，说为什么他们会在这边？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因为有钱流入了马吴总部。我说，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最上面。那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是说，你看哦，南投可以说是一个明星灾区，它只要有下雨，只要有刮风，它就一定会有灾害。但是我们从现在已经披露的媒体资料看起来，它是从起程监造，一直从这个从发包一直到最后的验收，可以说是一条边的这样子的豆腐渣工程，然后索贿收贿这样子的工程放水。而且这个钱到最后是流到了大老板跟二老板的竞选总部里头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整个国家的最高层一直到包商，哇，一条边式的在 A 大
他的钱啊，这个钱是什么钱？是南投人的人命换来的钱。嗯，就因为你的豆腐渣工程，使得他们的生命饱受威胁。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拿了钱的这个马乌竞选总部没有半个人吭声。第二点，司法受到了这么大的这个怀疑，马总统也可以闷不吭声的，嗯，吴敦义也可以闷不吭声的，哎，李朝卿是你换铁的，是你子弟兵的，嗯，所以你难道不应该说，既然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怀疑，所以那就麻烦你们就先停止，先就调查呀，啊，就清清楚楚啊。而且曾永福也说，哦，这件事情造谣生非，他非常愤慨，讲三遍对我人格的污蔑，绝不是事实。啊，你告没？还没告啊？啊，你怎么不赶快告嘞，嗯？你不是很生气吗？星期三上我们节目之后，今天礼拜五了啊。对啊，他也没有，林永红也没道歉啊。如果气成这么的愤慨，不是应该就早点知道？我当天我问林永红，我说：“你二手传播，你到底有没有资料啊？你到底有没有人证物证？是不是有录音档？”他说：“很抱歉，我现在不能讲，法院见。”来，齐曼。嗯，这个十一月七号那个公务处那个技师爆料说，这他们的这种黑心的厂商的这个政治现金又跑到马乌竞选总部。嗯，你只要按照马英九的个性啊，啊，那不没吹天气，没得吹天气的，你还得讲得爱澄清啊，哈，嗯，发刚冷酷会的出来澄清啊，啊，得几十万的招去竞选总部，没出来光辉，大家觉得有鬼呀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啊，第二个，这个那个气势啊，哈，我猜的啊，我的揣测了啊。这搞不好他故意讲的啊，真的有这笔钱进去啊，就爆料啊。这就检察官这个调查局一看到，哇，大事啊，这个状况有关呢。啊，不然这个检察总长、保护部长怎么会跑下来？嗯，对不对？那逮几大条啊，那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的猜测啦。所以这个大家出来讲很清楚，这个几天后何处理？对，那第三点啊。这个查啊，这个南投县的这个弊案不是这一件第一件啊，好几件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政风处呢？嗯，你的廉政署呢？嗯嗯，你的地检署为什么这几年这个南投管监部太平盛世装包弄不？因为他做这代，你光做这些弊案，那么多的弊案，这种连环报这种啊。曾永福早就应该要下台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你给我一面出来讲，讲要叫人跟你回信呢，对不对？避重就轻，你连吃饭你都不敢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坦白讲，这件事情大家才会觉得说啊，这个有鬼嘛。所以我真的希望说，这显示就恐怖，是做恐怖呀。豆腐渣工程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然后你司法不介入调查，反而这司法。单位会不会沦为所谓帮他们护航的单位？所以司法公正性，大家才会怀疑。我们进一段广告，我们再回来。